从前从前的从前，永远永远般遥远，那没拉起的窗帘还是投影着你一张脸，小小无人的房间，但我从不曾发现你已经突然消失，听说这是一种眷恋。木抽屉的最里边放着一叠旧信件，那些字里行间雕刻了我们的昨天，一页接一页成了今天的亏欠，万语千言已没有爱可言，怎么不给拒绝？那些黑的白的删的浅的照片都画满我们懂得近的远的近的从前，淡淡誓言时过境迁抵不过一句抱歉，那些乐的悲的笑的哭的画面，像从来没有运行过的时间，但对你而言也不过是从前，说不上什么怀念，只是还没我有话要对你说，不是代表我自己，而是代表黎川。黎川，希望你立即离开上海，由我来送你去机场。你打算怎么送我？绑架吗？他说，你们之间好不容易已经结束了。他并不想再生出什么纠结。说完了吗？听我说，小秋，黎川的意志是不会轻易改变的。如果他能够改变的话，你也不会受这么多年的苦。可是我的意志也是不会轻易改变的。总之，他是不会见你的，他也没有力气吵架。在这种时候，你就不要和他较劲了，好吗？你要去哪里，我给你买票，你准备好心理好不好？你可以不用劝我了，立川现在这样，我是不会走的。要是活着，我要等他康复；死了，我要跟你一起告别。小秋，病人是有权利不让你探视的。我也有权利在门口等着。你就不能配合一下吗？No。What are you doing? 我正好要去买咖啡，你要带一杯吗？你进去吧，他要见你。这个高度可以吗？可以，谢谢。好了，那你先休息，晚点我再来看你。谢谢啊。不用谢。昨天晚上睡得好吗？睡得可好了，睡了16个小时。已经好了，不过医生说呢，肌肉还要加强锻炼。我认第一位理疗医生，特别好。等一下找纪川，把电话给你。如果你还不舒服的话，就立刻打给他。你就不要担心我了，我的生命力那是很坚强的，
小的时候我跟你说，我爬树把手腕摔坏了，哎呦，疼得要死，没有看医生，后来也好了。其实我的腿吧，觉得好不好也是无所谓的。你之前不是说我们不是一类人吗？你看，现在你的腿不好，我的腿也不好，那我们俩不就是天生一对了吗？嘿嘿，对不对？你说呀，对不对嘛？嗯。对。小秋。嗯。你一个人住在医院里，难受吗？一点都不难受。我没事的时候呢，我就看 DVD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有个电视剧叫《命中注定我爱你》，超好看的。然后我就一直看，一直看。我平时都不爱看电视剧的人也被它吸引了。等你出院的时候，陪你一起看好不好啊？嗯。出院。嗯。我住在医院的时间都比出院的时间长。我爷爷都跟我说，养病也是一种工作。小乖对你特别好。是啊，那个萧官是挺不错的，不过呢，我只爱你，从开始到现在到永远，我都只爱你一个。小乔，过来一下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干嘛？你说。离开这里。不好。人没有跟你说我的病情了吗？他告诉你的是阳光的一面。癌症 MDS 化疗肺叶切除，这叫阳光啊？他没有告诉你我的癌症复发的可能性是很大的，我的母亲是二分之一法国人，混血人种的骨髓配型是非常难找的，我的抵抗力全线崩溃，也不知道可以支撑多久。你怎么这样看我？不关我的事，我已经很小心了，按时吃药，定时输血，保持营养，坚持锻炼，医生叫我做什么我都听他的，可是有些东西不是轻易就可以打败的。你千万不要为我的未来抱太多乐观的想法。小心，这叫小心啊，冒雨和我吵架，然后喝那么多酒，吐成那样还要强撑，病成这样了还不回去，你这叫小心啊？你这根本就是叫不小心，好不好？小乔，要是癌症转移了，继续转移到肺，我都已经切除了大半颗肺，已经没有什么退路了。MDS 继续恶化，是急性白血病，死亡率是特别高的。骨髓配型虽然还在排队，但却是遥遥无期。就算是配上，也会出现很多并发症。你还要我继续讲下去吗？你继续说。经过太多次化疗，我们也不能要孩子，以后也没有希望要。
陈星这个对不对？其实没有关系啊，就算不能有，实在喜欢的话，我们还可以领养。嗯？我说了这么多话，你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，你一点都不害怕吗？我不害怕，我就是怨你这么些年来都没有告诉我实情，也不愿意让我跟你一起分担。其实你曾经告诉过我，你害怕医院，也害怕我出什么事。何况你有晕血症，反正你要是生病了呢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的。干嘛这么紧张啊？我不能看见你生病，我看见你生病我就会很难受。李川，其实死亡呢只是偶然的事件，但是我遇见你是必然的，所以我是不会离开你的。也许我们根本就不应该认识，是我太贪心了，看见幸福就生怕错过，忍不住一手抓住，但是我却重重的伤害了你。如果命运给了我一个柠檬，我会送一杯柠檬汁给你，但是命运给了我这些，我实在不知道可以做什么好的送给你。如果你现在离开上海，我答应你，我会坚持的，继续活下去。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离开上海的，我就是要一直在你身边照顾你。还有，我根本不想要你的什么柠檬汁，我可以自己做啊，我做好了还可以分你一杯。哎，嗨，来啦。是。你的胡子是不是太长了？该刮了吧？没时间嘛。我帮你。你会吗？我当然不会了。不过呢，他会呀。哪儿变出来的？我带的。怎么样？那去哪儿刮？楼梯间，里面没人，快，快点，快点！不是，来，令川说我留胡子很 man 的，我不想刮了。不好看，他骗你的。你听我说，你才25岁，如花似玉。你知道有多少男人愿意把你捧在他的手心里？你不必跟着我这个半死的人混这些日子。除了痛苦、担心和恐惧，我什么都不能给你。你应该有一个幸福、完美的人生，用一份长久的爱，嫁给一个可以一辈子照顾你的男人。甚至如果有人想要欺负你，是可以帮你打架的。第一，你为我打过架。第二，既然你知道如花似玉，你就少耽误我一点时间。第三，我本来是要走的，是你给我打电话的好不好？所以是你求我留下来的，对不对？我并没有打给你，当时我在车上
是要打给瑞内，但是后来我打算不打扰他，所以就挂掉，然后我就去了酒吧，后来感觉不舒服就去了洗手间，但是后来我什么都记不得了。那你这么说你就是按错键了？恐怕是的。王立川，你就不能浪漫一点啊？万一以后我们要是成不了了，那至少还可以留个浪漫的念想嘛。还是得实事求是。舒服吗？来来来，我帮你。好一点没有？好了好了，先不说了，等你舒服一点我们再慢慢聊这个话题，反正以后还有的是时间，对吧？这样吧，如果我活着，我就跟你在一起。如果死了，明天晚上move on。嗯，这样总算不难做到了。我发誓，如果你要是不在了呢，就马上move on。我保证我在一年之内把自己嫁掉，绝不做寡妇，好不好？说话算话。嗯，小乔。想休息。这几天辛苦你了。应该的。那个医生怎么说啊？情况不是很好，这次感染呢大伤元气，他几乎没什么抵抗力了。你看他这个样子怎么回苏黎世呢？连飞机都坐不了了。那爷爷知道了吗？不知道呢，简奈的帮我瞒着他。立川为什么要输那么多液呀？自从他来了以后，身上的针头都没有拔过。他除了输液之外呢，还要输血小板呢、红血球啊。明天要是天气好的话，我想推他出去晒晒太阳。小秋，现在能让立川愿意活下来的人就只有你了。这么多年来你对立川不离不弃的，我们全家人都很感激你。
应该的。米娅谁照顾？米娅在静雯那里给她爸妈照顾着，你就放心吧，啊！你看，今天太阳这么好，下午你想干嘛呀？想看书还是看碟呀？看碟吧。好啊。跟你说的那个什么电视剧蛮好看的，叫《爱什么命什么的》。命中注定我爱你，那个可好看了。想不想看？要不你现在去拿吧，等一下一起看。那我现在去拿，你在。谢小姐。哎，小木，该吃药了。那个，我出去一趟，你在这儿照看一下立川啊。好的。下午见啊。啊，王先生。下午见。新的电影吗？有的，这边有国内的，还有国外的，还有港台的，你要哪一种？麻烦你帮我挑十张最热门的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这个呢是新出的，很好看的，然后这个也不错。立川，我给你买了一些碟。你看他把名字都写错了，外出十五分钟，四十分钟都过去了。喂，立川去你那儿了吗？不在，怎么了？立川他不见了。不见了？怎么可能呢？他现在不能走路，他不会走远的。不是，现在小木也不见了，我跟护士已经找了一大圈了。好好，那你继续找啊，我马上过来。好，好，再见。医院里现在已经全部找遍了，根本就没有找到人。现在护士已经派人去旁边的商场看一看。我也叫少华打给小木的朋友，他们都说不知道哎。会不是绑架啊？绑架？不可能啊，这个小木人品很好的。不然张少华也不会介绍给我的。何况呢，我们给他的薪水也很高，他应该不会铤而走险的。就算是绑架好了，他应该留下什么纸条啊，或者是多少钱呢、啊、什么的。那立川会不会有什么临时的客户要见呢？他走之前还有一批图纸没有画完。这个已经给张少华接手了。哎，小秋，那立川最近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举动啊？比方说情绪低落、焦躁不安什么的，或者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不寻常的话呢？如果我死了，你就得马上 move on。我累了，我想休息。有，他说他万一要是死了，让我一定要 move on， 还说他累了想休息。你答应他了吗？我答应他了，我还发了誓。你说他会不会？哎，小秋，
你听我说，现在这种情况你一定要镇定啊！现在唯一可以找到他的人就是你。立川现在行动不方便，就算小木带着他，他们也走不远的。无论如何，今天一定要找到立川。他现在身体这种情况，根本就挨不了几天。不要说现在在生病，他连吞咽都有问题。你想一个人三天不吃不喝的，能撑多久？你再想想看，你跟立川在上海有没有一些共事的朋友，或者是他有没有可能去什么地方呢？他有个律师，叫陈东村。那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没有，我以为他是 GMF 的人，我想进文件查过了。不是，公司的通讯录里没有这个人呢。我也不知道啊。没关系，你打给他吧，问问。哦，好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陈东村律师吗？我是谢小秋，您还记得我吗？小秋啊，当然记得。你好吗？哦，我想问一下，王立川最近有没有找过你啊？有啊，他昨天还给我打过电话呢。他找你什么事啊？这个。不是，您听我说，立川是癌症病人，现在的情况很不好。昨天他从医院消失以后，我们就再也没有找到他。哦，他昨天让我给他订了一趟商务专机。去哪里？他说是有紧急的业务要谈，要在一两个小时之内赶到昆明。那你帮他办了吗？啊，帮他办了。我有个朋友专干这个，立川又着急，所以很快就谈妥了。这票是从我这儿给出的。那你可不可以把你那个朋友电话告诉我们？没问题，他姓蔡。小秋，你记一下号码。好，好，好，谢谢啊。来，你说。喂，你好，哪位啊？喂，老蔡。我是那个王继川，王立川的哥哥。我想请问一下，昨天那个立川是不是坐你的飞机去昆明？是啊，当时正好有一趟是别人订好的，让他赶上了。那是不是和小木一起坐的呢？啊，对对对，那是他助理啊。以他现在身体情况，他不能坐飞机的。我怎么知道他有什么情况啊？他在飞机上从头至尾一句话也没说，啥也没吃，连手都没有跟我握一下。那他坐几点的？下午四点。那他下了飞机以后，他有没有说去哪儿？不知道。哎，老蔡，你可不可以再安排一下飞机飞去昆明？一切的价钱由你说了算，好吧？行，没问题。好，那准备一下，我们马上出发。是他吗？对对对，是他，是他。好，我马上带你们过去。好，好，谢谢啊。没事。啊，大家等一下，我刚才已经打过电话给急救中心了，一会儿到了房间，季川、小秋和我先进去，这样不会引起病人的恐慌。现在他的血小板太低，肺部又有感染，极其容易引起咳嗽，咳嗽会使胸腔出血，出血会占据整个肺部，使肺部无法张开，极有可能呼吸衰竭。
好吧，走吧。小木，立川呢？他快不行了，他叫我在外面等他，等他结束。说什么？让他高兴，让他开心。现在病人情况怎么样？严重脱水，低血溶性休克，无衰。我怀疑还有可能有血胸和急性肾衰。到了医院以后，立刻拍胸片抽血。好，现在先准备500毫升生理盐水扩容，再通知医院准备全红血细胞和血小板各4个单位。我要现场插管，准备好呼吸气囊、手动通气。好，我现在立即给他消毒，请家属护理一下，快。如果那天我不跟他吵架，他就不会分手。如果我早一点不慌，他就不为宁思也要待在这里。如果我选择放弃，他就不会出走。一切都是因为我。小秋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一直爱着你，他没看见你幸福，他舍不得离开你，啊！这一切都是因为我，因为我固执，因为我一根筋，因为我不肯改变，不肯放弃，所以立川如果死了，那就是我害的，是我害的他。立川只会在特护病房里，
躺了整整17天，凝血功能障碍导致他肺部大量出血，医生在他的胸口插了一根管子，用来排除肺里的痰液和血块，所以他每一次呼吸都痛楚不堪。有时候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我就请求医生给他注射吗啡，医生却说不能用止痛药，因为止痛药会抑制他的呼吸。大多时候立川都在昏睡，偶尔醒来也不和任何人说话，包括我。像一个婴儿。我是来看看你们的。什么时候来的？刚下飞机就来了。那爷爷知道了吗？爷爷他心脏病犯了，进了医院。我看完立川之后马上就回瑞士。爷爷这里的事知道的不多，宫医生都帮我们瞒着他呢。吉川说等他稍微好转就让他赶紧回瑞士，说毕竟那边的医生更了解他的病情。坐一下吧，我去趟洗手间。那一年立川得了癌症，主治医生是我爸的朋友，所以他第一时间知道了这个消息。从小到大我都争强好胜，什么都要最好的，习惯了老师对我的称赞，同学对我的羡慕，所以当我知道立川这个病之后，他将来不是死就是残废，我觉得我接受不了。正好当年我爸去参加了一个支援非洲的医疗小分队，我就跟去了非洲，一去就去了一年。其实我想避开立川的，我没给他打电话，他很敏感，很快意识到我对他的冷落之后，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。你就没有见过立川了吗？那段时间其实我
我挺矛盾的。我对他又内疚，但我又很想他。离开非洲之后呢，我就去了加州读大学，读了一年的医科，然后改学建筑。前前后后，我交过五六个男朋友，都没有结果。到头来，我觉得我始终忘不了立川。一开始我想，应该是内疚吧。后来我才发现，他在我心目当中很重要。毕了业之后，我就去了 GMF。GMF 很大很大，我跟立川一个在这儿，一个在这儿，很远。但很快我们就相遇了。见到他的时候，我很震惊。我以为他会很颓废啊，或者很憔悴啊，没想到他跟以前是一模一样，还是那么潇洒，那么爱整洁。怎样才能叫你忘记？是否那样爱更美丽？怎么努力，只不过总是让你哭泣。可是有一种爱是为了分离，我多么不愿意让你受委屈。假设我和你从未相遇，这样你的泪滴能流得少一些，少一些。可是有一种爱是为了分离，这一次我终于可以忘了你，但越想忘记你越清晰，原来挥之不去，这是爱的奇迹。